活动，浩然表示小凯是他们中玩的儿最好的一个，并吐槽了自己和其他小伙伴的游戏技术。成年的小凯可以进网吧了，而且对吃鸡游戏深藏不露，粉丝纷纷表示，王俊凯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智慧与美貌并存，厉害的人果然无论做什么都很厉害呢。高能少年团作为一档青春励志真人秀，高能少年团制作的目的在于真实完整的呈现少年人可以经历的人生曲折，并且在实践中进行温柔的尝试，从而达到极强的实践教育意义。高能少年团用真实还原的成长过程，从少年们的阳光成长和年轻人的行动力中来达到寻回少年自然与单纯的目的。节目从生活各个方面展现少年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烦恼、挫折、坎坷与困惑，这些在与对梦想执着追求的碰撞中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火花，为更多中国